北市一名律师去年申请换发新的身份证，但是他却要求户政事务所在证件上只可以登载姓名、身份证字号还有发证的日期，照片、父母跟配偶姓名都不行。户政事务所认为这不符合现行的法规，因此拒绝，律师就愤而提告。针对这个罕见的案例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身份证上父母跟配偶姓名属于间接辨识资讯，强制登载的确违反比例原则，因此判决准予换发，但照片还是必须要有，全案仍可上诉。我国国民人手一张身份证，虽然方便识别身份，但出示证件时，你可能也意外让别人知道你的双亲叫什么名字。配偶可能有可能要，但父母我觉得不需要写在上面哦。知道父母的名字跟识别个人身份真的有关吗？有律师不这么想，他也认定了这些资讯已经过度侵犯个人资料隐私权以及自主权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被人家拿出来检视之后，就被人家马上发现说，哎，你的父母是谁？你的配偶是谁？哦，你的户籍地址在哪里？我马上可以透过你这个人在违反你意愿的情况下，马上去掌握到你个人非常私密的资讯。律师陈宏奇换发身份证时就主张，希望身份证上只登载姓名、身份证字号以及发证日期，其他像是照片、住址等资讯都不可以刊载。不过户政事务所拒绝办理，律师认为违宪，转而提起行政诉讼。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，登载照片、出生日期以及住址等并未违反比例原则，不过双亲及配偶姓名以及服役的役别已经过度侵害隐私权，判决律师可以换发没有这三项资讯的身份证。以美国来讲的话，甚至于没有所谓身份证，而是直接用驾照的方式来取代。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讨论的。我们也要提出上诉，若是法院在做另一步的一个判决的话，确定以后有没有，那也是属于个案。好，这个目前来讲的话，我们还是按照户籍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这样子。律师说这是公民行动，希望借此促进社会往前走。虽然全案还可以上诉，但这判决一出也已经成为全台首例。记者陈章、张世奎、冯浩宇台北报道。